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晚上因为时差我完完全全睡不着。那现在呢，我们要去吃早餐。之前就有查说他们旅行社订的饭店早餐都很丰富，所以我从昨天晚上就超级期待的。虽然之前就看网络上的人说过他们安排的饭店早餐都还蛮厉害，但是觉得还是比想象中厉害，而且有很多小罐装果酱还有巧克力酱，好 Q 哦，巧克力可颂面包，里面的巧克力不是讲废话，不是在巧克力可颂的，不如就外面可颂面包里面也是满满的巧克力，这文章已经超爱的。我妹妹说这个起司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我们的第一个景点。から4日間ですね。ローマまでご一緒してくださいますヴィンセントさんですね。ゆっくりお休みいただけましたかね。はい。なんか興奮して全く眠れなかったという方もねいらっしゃったよう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今の気温が5度。今日は、ミラノの方はですね、お天気は曇りとなってました。たまにね、もうバッテリーが切れてしまったりとか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た不具合などございましたらお声掛けいただければ。导游现在在跟我们讲解有可能会遇到意大利扒手类型还有诈骗类型，导游的笔记让我听起来觉得好可怕，现在听不懂。导游还说反正向你靠近你都不要理他，好冷漠的神识。あとはありがとうというのはグラッツィエ、グラッツィエ、英語のはいとかバーイっていうのも全部ちゃう。好漂亮哦，很好看呢。哎，大家这里超漂亮的耶，好美哦！哇，我之前都是看别人的影片，自己来的感觉又好不一样哦。天哪，米兰大教堂本人超漂亮，我觉得我的画面照不出它有多美，可是它本人真的太美了。哇，大家看米兰大教堂，它的外壁外面的雕像也都超漂亮的。哇，我觉得真的是有看到这个就不虚此行了。我们现在要准备买票进教堂里面，那现在呢要先抽整理券。Okay, thank you. It's two tickets. Okay, thank you. Grazie. 我跟我妹妹这一次选择爬楼梯上去，一个人是15欧元。目前我们进来爬楼梯要爬920阶，本来以为边走会有一些内部装潢可以看，结果没想到是像这样子一直重复，也是一个特别的体验。顶楼我们来了，重见光明，哎，劫后余生，很可以耶。顶楼其实真的算蛮漂亮的，值得。我们这一次还遇到台湾人来度蜜月，祝你们新婚快乐！我们现在下楼梯，终于看到教堂的内部了。哎，教堂内部也好漂亮。哎，妹妹，你看前面那边。哇，我最爱看花窗了，好漂亮哦！真的好像历史课本哦。好浅的感想。大家进来教堂内部的时候要小心这个，刚才我跟妹妹都跌倒了。逛一逛，我妹妹的票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要去地下，想要再去外面晃一晃。可怜雷包日常。因为现在有时间，所以导游特别来带我们看米兰这里很有名的星巴克店家。这个是米兰这里限定的 Starbucks 商品。那现在呢，我们要去吃午餐了。午餐要吃的是米兰风的炸猪排。那刚才导游有跟我们说，意大利人呢，他们吃午餐时间比较晚一点，所以有很多午餐的店家不到12点半一点都不会开门的样子。今天要吃的是这一家店，他们这里饮料都是要另外收钱的，包含水。那我跟我妹妹另外买了桃子汁，桃子汁一杯是3欧，桃子汁全部加进去，
台北的声音，台北，台北的声音。啊，嬉しいです。もう六回目、六回目来ました。自転車借りて回ってたんです。自転車で。すごいですね。みんな優しいですよ、台湾の人。そうそう。みんな日本が大好き。他们同一团的人好可爱，还跟我说很喜欢台湾，好开心哦。来试试看他们这里的炖饭，他们这炖饭还蛮好吃的，味道还蛮浓的，就是还很简单，可是蛮好吃的。领赛米兰风炸猪排就要来了，我们团友还蛮厉害，看到我在拍影片，大家都不会受影响。只看外表的话，看起来蛮像台湾那种炸猪排，就是长这样子薄薄的，然后没有酱汁，完全就是台湾便当店的感觉。OK， 3 suki， 啊， 3 euro， 3 3 3。ジュースは3分。6。2つで6ユーロ。2。OK OK。It's OK。失礼します。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ね。よかった、ラッキー。嗨，大家，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维罗纳。那在维罗纳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自由活动两个小时。然后导游他发了一张地图给我们大家看。居然是手绘的，真的是太天才了，也是蛮用心的啦，但是好像帮助不大。妹妹在维罗纳，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点意大利的卷辣豆，开心果，来意大利就是要吃开心果。我妹妹决定要买这一家卷辣豆来吃。Thank you。我妹妹她点了开心果，还有巧克力口味。很赞。超浓超好吃的，而且它这个冰淇淋还有开心果碎片，很好吃哎，真材实料。这一家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来这里吃吃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朱丽叶之家，听说摸朱丽叶的右边胸部的话就会变幸福。大家看朱丽叶的胸部都被摸得亮晶晶的。我跟我妹妹刚才在朱丽叶家巧遇我们的导游，然后导游就问我跟我妹妹的名字怎么拼，他好像是要给我们惊喜。我们导游啊，すごい。ここでいろいろね名前とか言ってくれるの、これはプレゼン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们导游也太用心了，还做这个给我们。他们说很多度蜜月的呢，都会在这上面纹上名字来作为纪念。本に挟んでしおりにしてくださ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い、優しい。よかった、喜んでもらう。因为这个可以直接车上名字，那我就车一个给紫米烈的儿子好了，好可爱哦。因为紫米烈喜欢蓝色，所以我就选了蓝色的给他。哇 ，Thank you！ 那我这次买的刺绣店家是在朱丽叶家隔壁这家，大家可以来这里买，他们车超快的，又很可爱，适合送人。我跟我妹妹在找布拉广场，绕了一大圈，发现我们在的地方就是布拉广场，所以我说那个门呢？那个门在那里。他写广场，实际上这里因为现在是市集的关系呢，真的是看不出来。卖很多很有趣的小东西，而且还卖面具。现在光线超漂亮的耶！欧洲的街景真的是怎么看怎么漂亮哎，好夸张哦！真的很漂亮，现在4点多已经要黄昏了。超漂亮的哎，我们运气超好的，正来维罗纳刚好就是遇到这个黄昏时间。超级想跟文当一起来，虽然现在来的是我妹妹，下次要带文当来，超级漂亮，她一定会很开心。大家，我们已经到今天晚上的饭店了。那今天的晚餐我们是要在饭店吃，吃完之后就休息了。哇，今天整天跑了超多地方的。我现在整个就是有时差问题，现在是意大利时间的晚上6点半，也是东京的凌晨2点半。真的超级无敌想睡觉，希望可以赶快调整过来。首先还是要带大家来轮住一下我们的房间。今天住的饭店跟昨天住的好像是同一个系列，其实都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好哎。可能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依然是我们的厕所和卫浴空间，厕所依然是有两个。然后今天这一间呢，没有浴缸，只有淋浴设备，但是它环境还蛮舒服，蛮漂亮的。今天这一间有电视哎，昨天那一间好像没有。晚上可以来看一下意大利有什么电视节目。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在饭店吃晚餐，期待在饭店吃应该超好吃的。
大家晚安。那现在已经吃完晚餐回到房间了，现在呢我们在威尼斯的饭店嘛，所以明天一大早呢我们也要去威尼斯。我真的超想去威尼斯的水之都，因为最近我在重看 One Piece 的动画，里面演到水之七岛的背景就是威尼斯，所以就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刚好，超级期待去威尼斯。那明天呢要坐贡多拉游船，然后再前往佛罗伦斯，真的超级期待。今天去米兰大教堂嘛，真的超漂亮。虽然在去之前呢就已经看别人分享过说很漂亮很壮观，但是实际上自己用眼睛看到的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就觉得真的是有看到米兰大教堂，就觉得来对了，不虚此行。那我要准备休息，跟大家明天见，拜拜。